公司，谢谢，谢谢我家人、亲戚朋友、爸爸妈妈、李兰，你们老婆也得奖了，谢谢。珍惜你身边最重要的人，感恩爱你。那是大象，就把它带来了。果然很幸运啊！在这里呢，谢谢吴永华小姐、陈美恩医师、Dr. Margaret Chan， 还有百万女导演庄米雪，我的老板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刚才呢，我没有得去找主持人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就 message 给我说 ，Level Four still wants you， 谢谢谢谢。当然呢，在这里要谢谢每一位商家给我机会啊。代言你们的产品，而且也要谢谢每位观众朋友给我机会看我的节目，谢谢大家。感觉好梦幻，以前红星大奖的时候我都在家里看，然后为我的偶像打电话。我入学的，我进入这行业的时候的导师陈侯宇先生，你的诗作我有份参与的。这显示一件事，梦想是会成真的。我简短说，我希望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，你们只要努力，相信梦想是会成真的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像，可是我是属于郑可平那个年龄层的，我真的需要所有的观众朋友继续的支持我。今天拿了这个讲座，这条路呢只走了一半，我要谢谢所有 Love 九七二的听众给我的支持和投票，所有喜欢我的朋友，我的 Happy Family， Michelle、David、Jake， 我的宝贝弟弟周伟翔，还有我的家人们，谢谢你们给我投票，还有丁庸、Terence、Adrian、徐冲等等，谢谢你们，还有谢谢所有支持安迪鲁西和重庆的朋友 ，Thank you。小学郑珠山小学还有光荣中学的同学们，谢谢你们给我投票，谢谢。我记得还没入行之前，我每次在电视机前面看红星出道，我就觉得很淡定，但是今年我淡定不来，站在台上脚会发抖。很感谢新传媒，录完一年就让我有机会，就是得到十大奖项，然后一直给我机会，谢谢监制，谢谢大哥，然后最后谢谢苹果，谢谢你们。是一个很谦卑又很神奇的一个夜晚，感谢主。那我真的要感谢 Rebecca's team， 谢谢你们一直帮我投票，还有所有支持我的朋友。那我真的会继续努力，继续提升自己。也像浩伟大哥们说的，我会继续学会做好人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会再来。等久就有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今年是我的第七年，我终于等到了。谢谢公司给我那么多机会尝试不同的工作，谢谢摩比，谢谢爸爸妈妈，谢谢为我投票的朋友还有亲戚们，还有谢谢我最爱的听雅慧，谢谢你们。还有最重要的就是，谢谢你们姐，
期。我会继续努力的。说了你也不相信，你是我的偶像。其实我就是今天因为跟你一起颁奖，然后才讲这句话，这是真的，我有证据。证据。其实我的电话哈、有一张照片我特别拍的，然后这个照片呢是。我跟慧怡姐很久以前拍的照片。有吗？我给你看。啊！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看得到吗？看得到吗？我完全没印象。还有日期。还有日期。是你吗？是我啊。这个是我13岁的时候。因为呢，其实我以前很喜欢看新加坡的剧，那我去了澳洲读书就没有机会看，对啊，可是在那段时间呢，其实我都追着看的，对，然后那时候呢，其实很喜欢你拍的戏，然后尤其是 Bobo 这个角色。今天可以跟你一起颁奖，其实非常非常的兴奋，对不对？应该是我非常非常兴奋。既然你这么熟悉我们的艺人的话，我相信你可能也知道，今天我们这十大里面的艺人，有一些应该你也是很熟悉的。对啊，有很多熟悉的名字啊，所以很期待要跟大家公布。对，好，好，我们现在再次有请普华古博。